新阳甘美森连续几年结合着家己林区管理处办理植树月活动，今年特别选在3月22号植树节这天办理捐发票回收电池换树苗的活动，又着林管处提供桂花、七里香、土肉桂等等，大约100株的植栽，一透早就坐坐民众到场来排队。我们有向那个林务局索取一些原生种的那个树苗，来发送给民众，让他们带回去栽种，来做爱地球、做环保的活动。那今天我们也结合了很多的活动，像假日考照的活动，还有我们那个约定扣款的活动，另外还有结合国士队进行一些交通安全的宣导活动。活动的当天，除了是有手的换领之外，新营监理站又搁加开加一个门市，办理机车考照、甲未满18岁无照驾驶道安讲习等等的服务。另外，又搁请来各地警察前来宣导交通安全注意事项。今天就是因为说配合那个嘉义区那个林务局，他分发一些原生种的植物。那因为有社当活动，那我们就是一般加强民众对交通安全的一些安全的讲习啊。还有另外就是说他今天有办理那个假日门市，有办理就是未满18岁的违规的讲习到案讲习，另外还有机车驾照的出考领讲习。新营监理站表示，今年除了是捐发票回收电池之外，现场办理转校或者是电子六款，又搁加上一组，希望借此来减少纸本校单带来的污染，同时透过种树啊，替环境尽一份心力。南天新闻王立新营采访报道。